啊，我到了二姐，嗯，啊，全部弄了，哦，你看我基本上你全部弄了，哎，我说你说的话，你们就是有问题，就是要刻意去让人给隐瞒，有意思吗？没得哪个说没得问题，你叫叫隐瞒啊？那你说有问题？有问题不在说吗？你该不是好的？你弄的好像是老子那个调好一样，是不是嘛？那你那个我都办得到哈，不可能是全部弄，我跟你说，人家全部弄这个你行。你刚才说的话也是这么暖和气的。来，把它扣掉。等一下。我不给扣，马上就到了。